然后又可以让自己体态更完美。这个完全没有学过、哦、没学过，第一次学，然后蛮担心跟不上的。对啊，但是还好老师都教得很慢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分解，所以还 OK。整个看起来就是学这个，我觉得体态让你觉得非常女性化，然后非常性感，对，然后每个动作就让人觉得哇，好性感哦，那性感中又带着柔美。是的，所以继续练下去哈、哦。对，会很赞的。